没介绍完，台下就一阵欢呼，因为最近在南韩以三振五爆红的19岁齐亚虎啦啦队员李珠莹，170公分的高挑身材搭配精致脸蛋，被南韩网友封为人间 AI。就是这首红遍职棒界，南韩齐亚虎啦啦队受邀来台参加富邦悍将的 G-POP 流行音乐节。谈起自己爆红影片，李珠莹害羞谢谢粉丝。제가의도치않게이렇게화장을하다가이렇게추게된영상이이렇게돼서정말당황스럽기도한데많이팬분들이많이생겨서너무감사하게생각하고있어요赛前表演，齐亚虎跟着富邦 Angels 大跳应援，而这回李珠莹跟着队长金韩拿以及朴信盈、朴信飞、郑嘉瑞、刘世斌等四位队员在赛前跟粉丝互动。第一次踏进大巨蛋，李珠莹说：“好新奇。”보고나서느낀점은이제선수들뿐만아니라치어리더들이사용할수있는시설도정말많아서너무좋았고들어오자마자규모가엄청커서조금놀랐던것같아요엄청좋다이렇게생각이들었던것같습니다讲到要吃啥，队长先举手，麻辣锅、臭豆腐都想试试。而对于富邦悍将跟齐亚虎的交流，也希望能常常互动。TVBS 陈佑翔、林立 S 妙主台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